戴诺，你好吗？戴诺，你愿意和我们一起去收垃圾箱，然后学习颜色吗？太棒了，出发！这里是第一个垃圾箱，这个垃圾箱是红色的。让我们把它加起来。让我们继续去下一个。这个垃圾箱是什么颜色？没错，是绿色。让我们把它加起来。这个垃圾箱是什么颜色？这个是全粉红。让我们把它加起来。这是什么颜色？是紫色。这个垃圾箱是什么颜色？没错，是橙色。哦，那儿有一个新的垃圾箱，那是什么颜色？这个垃圾箱是黄色，和你一样。出发。看上去这是最后一个垃圾箱，这是什么颜色？是蓝色。让我们把它加起来。很棒，戴诺。今天我们学习了很多颜色，你想复习一下吗？开始吧，蓝色、橙色、
黄色、红色、绿色、紫色、粉色。现在我们应该让家里休息了，回头见，我的朋友们。